吉安好生活西博市集这个周末假期是在林务局南华工作站热闹登场。站长游淑珍表示，他上任之后打造文创产业及观光发展共构的友善乡城，今年第一次安排和西博市集合作，把艺术与职人手作融入在南华林业园区当中，让乡亲可以前来体验在地的特色人文、自然环境还有客家风情，也开启了温馨的亲子乐活时光。吉安乡地理条件得天独厚，堪称是适合宜居、亲情乐活的幸福小镇。乡长游淑珍致力打造文创产业和观光发展共构的友善乡城，今年首度和西博市集合作，在林务局南华工作站推出了吉安好生活西博市集，结合艺术与职人手作，还有森林分多金，让亲子共度温馨悠闲的周末时光。吉安力推创生西博市集，希望我们的大手牵小手，亲子一起来到吉安南华工作站，享受暖暖的阳光跟分多金的美味。我们相信在疫情期间，大家心情的紧张紧绷的这样的一个压力，我们希望来到这里看到了天然自然的生态，以及首创不一样的工作的内容，有我们的美食，有我们的清创，有我们非常多非常多不一样的创生，希望大家一起来探索。今天看到了我们代表会以及我们的村长们，他们满是压力也再来这里走走，享受分多金以及不一样的探索幸福的美味，所以为期两天的活动，请大家一起来哟。吉安好生活西博市集设置了30个特色摊位，集结创意美食、染织饰品、皮件工艺等首创，每一个空间都布置得温馨精美，营造自然天成与智慧创作的美好氛围。乡长游淑珍也邀集了多位的代表村长们，在夏日午后走逛每一个摊位，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。游淑珍表示，乡公所未来会持续透过举办在地文创特色市集，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可以带动消费热度，吸引更多观光人潮，也给予在地小规模个人工作者能够有实质的支持力量，更欢迎乡亲们踊跃前来参加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